让我们掌声有请如此豪华的阵容，张建宁主任、严胜主任、董良主任。哇，好朋友。是不是主任不做，真的不太敢做了？来来来，真人本尊已经到了，大家不要悠着啊，有什么好奇的问题赶紧问，来上。哎，老师，您觉得例如汪伟航印象还可以吧？然后老师呢，还不错，咱们就记下来，可能还有进步空间，可能就是打个问号。张主任，您一般这个学生身上有什么特点，您会收为学生？肯定首先是要看他的。听完之后没有推算出到底哪个学生可以得 offer。 你们解放路有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这种科室的文化？我们甘南的一个老师，他长得可帅了。长得可帅了。哪个甘南一见还有这样的风气。在接受之前，我们还是要看你们的综合的一个能力，要把你们实习以后的各种知识技能啊融为贯通起来的一个考核。来了，最后一个任务，第一位考生冯琛同学，是紧张的抖了。你好，我是神经外科的医生，我叫冯琛啊，今年是28岁是吧？为什么来这里啊？难道受不了是吧？还能坚持吗？要不要给你先开点止痛药？有听到声音吗？耳朵没有留过什么东西吗？现在已经比当时又多了。我接下来给您开检查啊。检验的话，主要是血常规、非反应蛋白、电解质、肝肾功能。那我再给您加一个这个肝胆胰脾的 B 超。这样的，我看你的结果啊，我们已经可以诊断你为心衰了。冯老师，来，交作业吧。我这边看，你跟我汇报吧。好的，你好，坐吧。你诊断期间，你觉得应该做哪些事情？那么你应该注意什么东西？首先，犀利的眼神。首先我看一看，常规、血常规高。